知道我是网购，所以，大家知道我们游戏新上市了吗？就是妖怪事务所，那我们里面有一个集，里面有非常多的怪物呢，有贞子啊，有鬼火啊等等。那其实呢，我们里面都考究了非常多的那些妖怪的资料，也包含了我今天要做的科学大搞鬼的主角鬼火。鬼火呢，它相传在古时候，不管是西方还是亚洲，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传闻。那最通常的科学解释都是说，因为鬼火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我们人死后骨头会有磷这个物质的产生，那磷在比较低的燃点，它就会燃烧起来。那差不多它是说34度左右。那所以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坟墓很容易会有鬼火出现，就是因为坟墓非常多尸体，那也就代表那里的磷成分非常的多嘛。那但是呢，以我们现今的不管是新闻也好啊，还是大家给我分享的一些亲身经历的影片也好啊，其实都很难看到，应该说几乎没有看过鬼火这种东西。所以灵的那个解释其实也是有待考察，因为一般其实也不会温度动不动就出现34度嘛，对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又突发奇想了一下，我想说，如果既然都看不到鬼火，那不如我们就来自己制造鬼火看看。没错，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是想要来制造鬼火。那鬼火要怎么制造呢？这个就容我给你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制造鬼火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东西。这个是硼酸，然后这个是甲醇。我们把硼酸跟甲醇呢放到碗里面，用打火机点燃，鬼火就会绿色的火焰就会出现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。对，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大家应该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，我之前有拍过一集 EVP，然后来这边问，因为这边是一个坟墓，我来这边问问看，他说他有没有什么，在这边讲这个有点毛，因为我现在就在现场，但是还是得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我在这边问他说他过世之后有没有什么话。或是想讲的还没有讲的，那可以透过 EVP 来跟我们讲，这样子，就是问了他一个这样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呢，的确有录到一些东西。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集。好，那我不多说，我现在就来制造鬼火给大家看。我们想要来实测，真的在坟墓里面出现鬼火。相机在，你会听到吗？那边好像有人在讲话的声音，我不晓得有没有听错。不行。哇，怎么没有电池？
我这样子停住吧。好毛哦，这地方。对，我刚刚在那边有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，可是那边是坟墓区，对，然后那边呢是纪念碑，我等下可以拿鬼火去那边会试试看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。我们现在加回火的器具，对，来呢，我们首先先来制造我们的鬼火。鬼火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先准备鬼火，然后把筷子插进碗里。为什么要插进碗里呢？对，因为我们这样才有一个底座嘛，这样才可以让这个火在天上飞的感觉。然后第二步呢，要打开我们的这个硼酸，它说会灼伤人，所以要小心使用。我们小心把它打开。那我们钥匙，就是我们手电筒，没电，算我真的觉得凉凉的，今天也异常的凉。我应该带温度计的，我真的是忘记带温度计了。你们有说要带温度计吗？下次带温度计看看。之前就有想到要买。我没有用到我的婆婆，可是她叫了，因为我的篝火，你们现在看到我前面的相机，就我现在是我的手机，然后这是相机，我没有加篝火，可是我婆婆叫了。但是这个不意外，因为篝火本来就阿达阿达。
时候会不会从此讨厌我？我看看，然后再来就要加入我们的甲醇，甲醇也是就是一个我们说，我靠，倒下来，就是我们说工业酒精嘛，甲酒什么的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很易燃的东西。来看它加上我们的硼酸，到底会不会成功的出现鬼火呢？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好奇。今天是我们的人工鬼火，科学大搞鬼。好，然后有硼砂之后，再加入我们的酒甲醇。好，对，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。我、哦、靠，滴到手，甲醇滴到手应该没事吧？好重的味道，哦，然后接着呢，点火，应该就会有鬼火了。试试看，等一下，历史性的一刻。对，我已经调配好这个人工鬼火的所需的材料了，就是我们的小日南，去拿着。对，我已经调配好我们这个人工鬼火的材料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点燃它到底会不会出现绿色的火焰。我就带着鬼火去散步。等一下，但是我手上有。刚刚沾到甲醇，我手上被烧起来，不知道，试了再说。哦，鬼火，鬼火！哇，烧起来了，好酷哦！但是有一个错误，我刚刚有一个错误，我不能用木竹筷子。欸、你们看这个竹筷子，竹筷子上面，竹筷子会传导，但是我们真的成功制造鬼火了。我们再做一个，我们再做一个。好酷哦，真的有鬼火哎！我们做一个去，你们试试看，我觉得好酷哦。人生第一次制造出鬼火，太赞了！我们再做一个，去那边玩。好恐怖哦！但是真的很酷。对，还是先玩完再说好了。